俺买的辣椒苗挺好啊，你说这大辣椒就大。嗯，年年我买那人的，待两天就红了，这都快红了，看着。把整青椒、茄子、肉的、饺子，你愿不愿意吃？乐吃，你整啥我都乐吃。这小茄子，小茄子嫩呢。咱俩的嫩挺好，你不扎了，你就粘这一块光果掉。没事，先可怕我扎一下。把这十八豆贴真厚哈。为啥叫十八豆呢？这十八个豆呗。您不都叫长豆吗？往上。咱们东北叫十八豆。这色儿算出来就是。你的茄子大吃没了，剩小的了，老少三倍。给它搁点盐啥的。两袋苞米面子，用凉水和面，省着喷点油，省和黏苞米面粘手。好了，醒五分钟。张丹娜，来过来整了吧。到。下水打点水。炒个点盐，花椒面，酱油，香油，茄子辣椒转出来，锅里倒点油，大酱炸一下子，葱花。拌匀了，妹妹关关的地呀，妹妹关关的娘，妹妹关关的秋纱帐，妹妹关关的棉凉棉呐，妹妹关关的蝈蝈叫啊，馅不要打太满。开始煮饺子，好了，出锅，过一下凉水。刚看那里边馅儿，嗯，不好，你们在哈、啊。这凉菜我高大酱拌的嘛，你还有罗吃那汤泡饭的沙子的水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朋友们记得点赞加转发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